是非常感恩呐、在我们的大爱台20周年，真正的家有喜庆，人人呢总是用心准备。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月里面，我大概每天都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如何让大家欢喜。那后来在演绎的时候啊，我们刚好有一段是东方是象征菩萨，然后西方是象征迷茫的众生。那当黑色水秀过来引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迷茫众生就很容易被引诱走。当时我心里面想的是，天啊，这就是人哎，我们人的习气其实没有那么快改变，很难改自己的习性，然后有时候感动来了，然后很快又走了。所以其实想要跟上人说，上人你应该等我们等很久了吧。然后就是很感恩，就是有这样子的因缘可以陪伴大家。然后上人我们也想要跟你说说，上人你很爱我们，如同我们也很爱你一样，然后我们会欢喜的入法，然后也会欢喜的当一个传法者。我们的慈青啊，同仁啊，他就说还要我等待，我只要有进步了，我愿意哈、今生等不到，来生我还要等到哈、不过呢，你们不要等到来生，那把握时间，运用生命，慧命要滋长，不能哈、让我再等待，到下一代哈、可能啊。拉不回来哦，所以现在就是哈、这样的智慧，赶快呢回归到了真如本性啊，要不然人人都有如来的地性呐、就是可能一两无明众生滋生起来，那就会导引我们的方向偏差错误哈、一心念呐。千差丛、所以我们呢要赶快把握时间，利用生命，尽管还有习气也都不断的、不断的长智慧，那就是消弭无明，所以给一分的智慧出来啊，就减一分的无明去、这都是、期待大家应用昔日性命去体会啦，在大爱呢，都是一个使命。我们总是呢，要这人文四大事业的人文呢，是滋养慧命，也要滋长慧命的，也是净化人心。每一场，我都向了大家说我的心愿。就是净化人心，无时不刻，不是呢每年的一次，是时时刻刻，所以呢心心念念，这把大爱台这样建立起来，所以呢也是一种的依托，心灵的依靠，还有托付了我们大爱台，你我都是第一代。这个现在大爱同仁们，我们都是第一代，我们人世间的人文要如何维持下去，要如何净化人心，都是期待的我们的大爱能源源不断的哈、感恩呢这个人文呐、要树立起的典范，也很期待大爱各位同仁的心灵呢都能出爪、那滴滴的泉水啦、都可以滋长人间的慧命，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真正的开辟出来净化人心，还要呢净抓入每一个家庭去，让每一家呢都很愿意呢打开有接触到了，他就能有觉悟哈、这种的感觉到，他们呢可以改，真正海内外啦，回来我都有听到了，这
看大爱转变他的人生，大有人在哦。故事之多啊，这都是要感恩我们的大爱。那很多啦，回过头来这一回的入侵障，那一天我在大爱台里呢，很感动，也是很激动啊，看到了。人人的心念都是在一起，这种的大家和和互协，那么好心无有，大家人和和气气，那有法度呢？这样的力量起来，所以互爱就是人跟人的中间啊，有互动表达出来的，那样的温柔，那样的体贴，才是表达出了你的父爱，彼此之间啊。那当然要父爱呢，是彼此和和气气，才能表达出父爱的形态出来。那和气呢，就是啊，来自于人人肯定，和在一念心，这个在好心呐、啊，所以呢。加三行合起来呢，能展现出来那样分的力量，那样的形象，那样的力量，那就是协力，人与人之间三力合加起来，这就是画面啊，真的很感动。尤其是那一天又看到了舞者，那是真专业。爱心了解我们的性质是什么，他才能呢这样的投入哈、哦。还有美云的剧团，这真诚的心啊，投入的这样的红叶呐、啊，看看几位哦，长期哈、哦，那对菩提禅心哈、哦、开示啦，一直告他讲哦。一定要高僧传，为高僧而写传记，还可以呢作为论文，这都是等于呢是有经有为，有过去的时间冗长，经得起考验。这个为就是安尼落来，搁安尼铺遍，我们呢就是无处不在。所以你们再演绎啦，用诚恳的心，叫做演绎呢，就是亲像在咧译经同款。那是从经到为吼，这个经文古代跟咧普遍啊，我们呢很真诚的心，让它肢体语言把它译出来，就是用肢体语言来说话。啊呐，搁再演到吼，把这个法真虚入心啦，演出了高深的精神，了解到了体解大道，同时发无上心，这个是深入经藏，怎样也精神力量，而且呢，都他们的精神从口中唱出来，从肢体语言演出来了。都会很深入。那《法华经》呢，是佛陀一生的精神，而且呢，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。这就是他一大世因缘出现在人间，为的呢是教菩萨法。我们现在这一代的菩萨实行在人间。我们看到的菩萨，可是呢，要如何让人人是生生世世，我们要流传，好因见个闻呐，不忘怀，未晓未记，也不断一定爱来看，将画面给吸引，将声音让他呢能用心，那从。真理的内容呢，让它进化，这都是我们也要有
来制造这样，期待我们要有时间哦，好好的把我们的《法华经》这样的文艺啦，经文艺哈，甲真理，唔是干呐，做好人看，不是演的，我们是义，好，真诚义，演是演假，我们是用肢体来叙说，所以叫做演绎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经典之作，好，世纪之作，这都是要好好的把它用心。